咱有听到圣华归依对遮人的诗，已经有迄个共鸣哦。圣诞迄个俄罗斯为至高上帝的声拍出来了，伫咱这圣殿里面等，真水，就是啊。将大当节庆，等待耶稣降生第三主日，伊的主题是啥物？喜乐，大家来讲一下，第三主题是啥？喜乐。一个人若要喜乐，伊真要紧，伊爱学会晓处理伊的过去。你若无法度通好处理你的过去，你现在袂喜乐，对不对？一个人若要真正伫伊的生活中间有喜乐，伊爱学会晓珍惜伊的现在。若假使现在日子你无法度通好珍惜，现在日子你常常有真多，互过去困扰，也是互现在困扰，你的人生、你的生活无可能喜乐。一个人若要真正踮伫喜乐个内面，伊爱对未来有一个景象，伊爱对未来还有一个理想，互伊通目标去追求。所以今仔日，即来当即第三周日，我甲咱三甲来思考个是感恩过去，珍惜现在，然后咧创造新未来。这段圣经，咱过来读下，好无？啊，咱用华语预备来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即摆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，这个圣经是第一世纪的时所写，所以遐敢若伫咧写互兄弟，即摆拜托咱搁家己个心来搁加去哦。所以请遮个女性原谅，伫历史个卡车个中间，常常有真多，这毋是上帝国，这是人人伫咱个环境个内面受即款个影响。所以这个遮。譬如迄个大弟安尼讲，叫规行大弟安尼讲，未记得什么啊？后面的事，未记得后面的事，过来嘞。第头前的事，过来嘞。五所彩票来走，然后要得到啥？得到上帝的基督耶稣对顶面吊咱的手，上帝的基督耶稣对顶面吊咱。伊要予咱一个奖赏，上帝要对天顶一个奖赏予你，一个荣耀的冕旒予你。总是你啊，伫即个得到冕旒荣光以前，你爱袂记得后面的事，第一头前的事，五所彩票来投走。愿今仔日主要所祈祷。真正对你做出这个邀请，袂记得后面的事，第头前的事。爱迪生，伊个厝住伫 Princeton 大学校园的周边，本来摆去到伫 Princeton 大学，伫遐做德语的进修，然后了解了爱迪生的老厝伫遐。咱知即马真侪物件拢是伊所发明，几百年前所发明。有一摆伊的研究室，火火烧着了。迄内面有偌侪成品，有偌侪研究的半成品，有偌侪伊的 ideas 拢伫遐，竟然一个火烧，规拢烧了了。因为若是你的时，你的是甚物款的心情？心情。竟然迄个火伫伫咧大烧的时，真侪人活来都唔甘。遮尔要紧的爱迪生的科学家，伊物件拢烧的时，真侪人活来。然后无怕是爱迪生，迄个是秘密研究的中间，伫咧看伊家己的研究室的火烧。然后看到伊的囝伫遐，伊竟甲伊的囝讲：“无人，你来，今日紧叫你老母来。”即
烈火烧尽我几十年的错误，一把火烧掉，竟然才来看，伊那看不到，实在是真无彩。由于人伫极其艰难困苦的中间，你安怎样伫咧看这项事？伟大的人物的之所以伟大，是伊伫咧看代志，是常常甲你甲我无共款。而且，佮伊咧看个代志的角度是拢真健康的。虽然迄个背后有真侪哀愁，背后有真侪苦叹。你看，咱伫耶稣基督内面，咱着性命的话，我爱活到亲像安尼有盼望。只有有盼望的人，伊才会伫咧看代志，就是乐观的迄、那个角度。因为忘记背后，会记咧讲过去的代志已经过去啊。不管伊外力成功，还是伊外力苦楚，过去已经过去啊。唔通互已经过去的事，甲你定调咧，不要让过去永远过不去，然后你会足难过。学习互已经过去的，你就笑傲他。当时还是偌侪目屎，偌侪艰难，偌侪误会，偌侪别人的打击，不要紧，过去啊！感谢上帝，让你会当行过，行过了后，迄种变作你的经历；行过了后，迄种变作你人生的体验甲体会。因为不要带着过去生活，伊咱的对过去的人生无论好还是歹，会记得。用感恩来看待，人家亲像拄只爱医生，面对迄个苦境，伊会当哀怨，然后伊会当怎对遐开始进入伫忧郁的内面，怎食精神好个药啊？要避免家己落落去伫迄个哀愁只有一项，你要用真健康的目睭伫咧看，无法度通改变的所有处境。忘记背后，有一个老妈妈已经真老了，逐日拢感觉伫咧讲过去安怎，过去安怎，恁老爸安怎，哦，阮咧这个大家族比我安怎样，拢感觉咧讲遐，讲到迄个囝，你外口倒转来讲好啊，阿妈，伫你身边诶时，一日到晚咧听你这個，久久啊一摆转来到你边，还搁咧听这個，阮拢已经差不多活到老啊咧，你还搁咧讲。你到底要让这个哀愁对你变到多久啦？变到你几岁啦？你要将这个哀愁带到伫上帝遐去吗？敢袂当好好将落来，好好享受你剩的日子？迄个妈妈伫遐帮你拍醒，然后开始改变。了人真侪时阵，你会当让你的思想甲你拔掉咧。圣经来讲，圣经的话讲，你要保守你心安怎？生命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。你的人生好还是歹？你的人生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？完全在你的心安怎心安怎心。现在咱这少年人讲，到底你的男朋友、女朋友离开你，到底你是要哀愁还是不满意啦？真正人若无爱你，无爱你的人要离开你，安尼你是要哀愁，还是要欢喜啦？那无爱讲爱我，拜托你较早离开咧啦，因为要爱我的人是大堆，伫遐咧等待嘛，但是好啦，感谢啦，好咯，拜托你好了不来啦。所以人生看你安怎看啦，偌济人伫打击个里面全扯落去啦。各位留意，唔通带着哀愁伫咧。你听过，不要放我去，放我去。爱因斯坦有一个，这个人，有一摆伊甲伊学生，伊七十班的学生面前，甲伊讲，那我已经要老了，要退休了。我即摆甲恁考试一项，有两个人落去咧烟囱，伫咧修理迄个烟囱啊。当天到啊，拢爱，迄个后壁人拢爱。烟筒拢来清清的，安那无代志。所以两个人落去抽清迄个烟囱，
清清了了，出来一个人的面是白的啦，还是乌的啦？然后你想，你问遐学生讲，你想到底是面白迄个去洗面，还是面乌的迄个去洗面啊？你想看卖，你到底哪里出想看？有人讲白去，白看到迄个你乌乌，我想讲我嘛是乌的。啊，乌的看到白，到底会变？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是乌，哎呀，到底两个哪一个要洗面啊？有人讲白，有人讲乌的。我带你这么久，稍微用头脑，所有的东西在你生活的中间，所有的东西你都要经过。你是一个读书的人，你要学会思考，学会怎样思考，不能常常给人跟你讲声，你就全给他带进去那个话题里面。下次有两个人就去演讲讲的清水，会有一个白一个黑，那有可能？有可能啊，有可能。不可能。几若点钟在遐咧穿迄个烟囱管，啊烟囱管拢是垃圾的，就乌嘛嘛，啊伊一个出来，一个面乌，一个一面白嘛。啊，你讲恁一个斗斗就可以啦。啊，即摆咧讲的是，因为，即下我要讲的是，真的是，咱做一个基督徒伫上帝面前，咱的人生真郁卒，咱的人生真苦痛。真侪土匪总是爱要用头脑思考，用心去咧想代志，用心过生活。那已经发生的代志，你经过，我当转变的代志，你经过，放落去啦，放水流去，这是咧处理过去，还是伫咧用一个种个笑傲江湖、笑傲过去？真了紧，果然是，你人生若要真正大点伫虚劳的内面。喜乐的人是一个蒙恩的人，喜乐的人伊是一个真正是受恩典的人，喜乐的人伊看人看到伊是一个幸福的人。你若要学了点伫幸福的内面，爱去你去爱珍惜，珍惜你现在的亲情，唔通听后到死落去。珍惜你现在甲囝儿斗阵大，虽然这个囝无逐个人偌紧偌乖。我跟你讲，你若要饲囝，你爱等哦，囝问题拢足多。哦，啊，即摆做阿公看好个，你知？啊，囝仔一个目睭，一个嘴，安尼叮当叮当。哦，大人给他赋予他意义。我生日迄天，阮媳妇安尼，就翕一个孙仔手举起，爱着囝个。阿公，伊甲你祝你生日快乐，阿母仔看落来，囝仔就安尼。我过来，我嘛大人家己咧讲咧。那不管怎样，你都要享受目睭前每一个动作，你都要家己甲看伊是好，甲该做最好个去，你的人生就拢真美满。我安尼讲对不对？莫讲我来咧创啥，你拢甲我想你歹去；我来咧创，你拢甲我解释你歹去。哎呦，够艰苦啦，无要安怎啦？嘿，你若要做厝内人，拜托当厝内莫讲是非啦，讲好个。大家拢讲，你面对上帝，你听这个家庭啊；我面对上帝，我听这个家庭。我来做到后人无落外，唔嘛你嘛后去，互正人做到也无落去。然后咱无论创啥，咱互相。感谢主的恩典，因为咱要珍惜现在。现在英语叫做台英语的人，那是啥？现在是安怎讲 ？The present， 这是现在式，过去式 the past， 将来是 future。这 present 都是现在，但 present 的英语也够另外一个意思是啥？礼物。所以每一个现在是上帝给你的礼物，你都要好好珍惜。在你的现在这个时刻，你的身边有真多关系，你要去珍惜，好好珍惜。你即久伫教会，你要甲上帝的关系那么好，后久后若无说你十五年后，你唔知要唔要通去教会咧出钱嘛无？你要好好珍惜你即久是大人，因为是大人到底搁伫甲你生活偌久，唔知。
好好珍惜。即个细囝个要珍惜，伊有一日伊个行为，那话伊个行为，伊家己伊个思想，然后个心胸个计，囡仔若咧大心胸，大人个心胸爱拿下拿严，还是拿对？你若要成做一个虚弱个人，囡仔直直大汉，请问你个心爱拿严个，还是你个心爱拿对宽？爱拿对宽，你才会虚弱。唔通看囝咧大汉，然后你家己大人直直紧张，直直紧张，然后直直想要安怎约束伊 ？No please。因为上帝要安怎样将一个稳定的人生收束你？收束是伊所做的工，但是你要安怎样过你的日子，那是你家己一部分。所以人的人生有两个部分，一个是上帝的部分，一个是你家己的部分。咱常常家己这部分想，拢想到歪果自抓，心拢真复杂，所做决定所做，拢真无好势。然后家己做出来，结果拢无好势，怎么怪罪上帝？讲上帝，你拢安怎？你拢安怎？无影。注意听，上帝创造了，就将你的人生交你，让你家己爱负责，你家己爱处理。但是人咧处理的时，你都要。你迄个方法，你迄个态度，你迄个角度，你迄个进退是毋是得意？你要好好珍惜你的现在。The present is a present from God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想今日话听。下属伫同一个办公室内面有一挂人，你也心碎同款。但是你的薪水同款，伫同一个办公室，有个人真快乐，有个人过啊真年轻。有的家庭，伊的经济状况也差不多，收入差不多，总是有的家庭是幸福啊，有的家庭怕到冤家。到底迄个差异，迄个幸福的指数的差异出伫倒位？完全拢在伫心态，完全拢在伫大家人内面三个生活心态。所以你的人生是由你的所思所想来定的。所以唔免看环境安怎，主要你要用足强的心、真长的时间来操练，咱安怎去处理，安怎伫咧看代志，安怎伫咧想代志，安怎伫咧处理你过去，因为。唔通让过去的行为的模式导致你的现在，因为你到现在为止，你若是一个无快乐的人，唔通过用过去去套伫咧处理现在。人讲伫基督内面成做啥？新创造的。伫基督内面成做新创造的是，对呾开始你学着对基督遐来，用上帝国的一套方法伫咧处理你的现在。你的现在若用新的方法来处理，你就会导向你直直直咧带对一个新的未来去。所以，伫基督耶稣内面，你就要找一个新的心、新的心、新的心，你才有法通导向一个有五万新的人生。OK， 今仔日菲律宾的迄、那个迄段圣经，咱过来背一下好不好？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标杆直跑。为着要得到上帝的基督耶稣内面对天的刁难，天命的奖赏。喜乐的心安暖是良药，忧伤的灵呢？所以这个叫两种的态度，两种的选择，一个是喜乐的心过日子，一个是忧伤的灵过日子。忧伤的灵绝对不是对上帝来的心，忧伤的灵绝对是对撒旦的遐来的心。撒旦拢伫咧等一挂经济，想去捡伊的经济，捡伫你的心，上帝话你都听不下去。啊！伫即个只忧伤的灵，你毋通去叫，你要叫到的是喜乐的心，因为喜乐的心就是良药，伊要予你。你若真正有喜乐，你就找着感恩。
在感恩的内面，你用过去的伤害、过去的所有的刺激，来到在感恩的内面转化。拄只，伫咧带锻炼的人家来讲转化，迄个转化本身就是互败变做好，互减耗最后嘛变做加耗，这是是一个真水的一个过程。所以伫你过去唔是唔是唔对唔对。甚至做落难，甚至吃药，对你真正生命转化了，过去遐个放荡，到尾变作你见证感动的故事的基础。哎呀，这有一个真水的，所以信仰就是要帮助咱。你有信吗？耶稣常常伫咧问人讲：你有信吗？你真正有信心吗？你若信，事就要成。我今仔日。对你讲一句话，唔通期待家己会是一个完美的人，唔通想家己要怎样要安怎做，怎样安怎拢爱做到偌尼完美，唔通。任何你啊承认家己会无完全，你啊互家己嘛无够完全，无要紧，你都尽力就好。所以囝儿若咧考试，免考到拢一百分，拜托。囝若有尽心，伊考七十二、七十五、八十五，考伊有脑尽力就好。因为大家人的数学的能力无一定同款，大家人英语的能力无一定同款。伊地理可能考袂及格，但是伊英语、数学可能一百分。所以唔免要求你的囝在大学哦，永远伊有欠过，因为咱家己嘛是有一个有欠过的人。永远大家人有两只软弱犯错的时，因为这是上帝国内面。就是用听去包容所有一切，然后用听去包容，用忍耐去听候，就一切拢是圆满。来，这个只有三句话，咱到底读一下好未？来，不要感谢上帝，因为我们听得到，有好多的人喝了；不要感谢上帝，因为我们看得到，有好多的人眼瞎；不要感谢上帝。还有能力站起来，好多人终身睡在床上。因为到这个位置吼，你若要有法度活到伫今仔日，就感谢。虽然今仔日的日子有哪些，伫某一方面也无真好过，也阁真艰难，流着眼泪，带着微笑。唱着哈利路亚的诗歌，然后呢，勇敢向前走，流着眼泪，过来，带着微笑，唱着诗歌，勇敢的向前走。我望你真正伫人生的路，常常保持这款的，这款最英雄的姿态。然后直直行对行完你人生的路程，会足顺。所以苦难、打击、无顺境、无顺利、不如意，是咧塑造你未来伫咧讲故事，讲到后子孙足感动，讲到年老的时，讲到后身边的人听到，伫咧讲到咩啊？你是咧讲放假吗？你是咧讲你这是对到他来吗？对王路爹来不是？你是正恁，因为你都好好啊，好好啊过。要喜乐，爱真正的感谢，用心伫咧经营未来。只有一个人叫做Victoria Yuboro。一个真水的富人人，中年人，四十几岁，真高的社会地位，车开咧，下班了车开咧，伫高速公路拄仔要回家，无拍算伫迄个高速公路遐有一个天桥，一挂囡仔刚有接到啊，去迄个 superstore 去人偷地回家迄个乖乖，拎冰冻的乖乖，中间有一个十七岁囡仔偷地出来。然后到伫迄个路桥，怎啊？伊只一只乖乖，怎啊？凊彩去高速公路怎啊个夹落去？无拍算伊只
规划，一边甲电话讲话，佮从啊对，伊西车从对遐讲了大电话面，车开始变轨啦，啊轨拢歪歪过去，工作活动侪一切都拢失实，真心失实。经过几年的治疗整形了后，法官伫咧看。竟然的这个维托利亚如果落背起来，甲法官请求讲：拜托，我是一个受害者，因为这个意外的事件，我的人生规拢变形。但是我这已经无法度通改变的事实，我要请求法官，这个少年人伊还佫有前途。我请求法官会当轻判，我个人我选择不原谅伊。因为慈悲甲福人是世界上上水的面，所以就爬起来去甲迄、那个不幸、迄、那个刚落的迄个青年人，我毋忘，我予你第二摆的机会，你好好活，毋忘你的未来，毋忘你的未来活到予人尊敬，毋忘你的未来活到予人看见你。感觉你实在是真好，我的人生毁去了，但是我从这个人生再活落去交予你，因为这个负责人，伊伫真艰苦的中间，伊伫咧创造一个未来。你爱知影讲，你若要娱乐，会记得原谅是处理你的不愉快一个真要紧的困难。伊讲选择原谅，你爱为了原谅你的家己，你嘛爱为了原谅别人。这是对耶稣遐来学真水，用敬礼爱搁伫咧讲啥？爸啊，赦免你，因为因所做因在。即款的足悬的信仰，甲高尚的信仰的态度。予咱会当亲像上帝的性命一般，因为上帝甲咱分一口肥了，人有上帝形象，这就是咱学习，这就是咱学习。英语讲叫做 pressing on， 追求，继续追求，继续 pressing on， 继续伫咧追求未来一项，因为人生干咱一摆尔。你的人生要怎样活？要活对忧愁的遐去，还是要活对另外一个真水、真受感动的遮？约翰十六章二十，咱斗阵用华语读一下，好无？对不对？来，你们也是这样。现在你们有忧愁，但是我要再见到你们，你们心里就会充满喜乐。你们的喜乐是没有人能夺去的。这个加工，现在你有忧愁，现在你有艰苦，现在你有忧闷、烦恼，是啊，只要你能活着，每一个人，你讲但是，你这所有物件，若佫加上一个但是，伊所有的前述拢倒变，对不对？那一个人来讲，关老师，我很爱你呢，我就是很爱你呢，但是，好不要，对不对？迄个但是落去哦，规个拢倒变去。耶稣讲，恁有烦恼，是啦，但是后壁讲但是啥？我要见着恁，意思是耶稣甲伊。这忧愁啊，像三件，三件了后，恁的心就会充满喜乐。所以，这个喜乐是对倒位来，甲做三件，然后恁的喜乐无人会抢去。一个人若真正要得到这款的喜乐的人生，唔通袂记得，你心内爱有主。这个主，唔是一般只个。人所刻的骨肉，是呢。这个主真正是上帝的独生子，还是这个主就是做主上帝？
你若真正有本的人啊，你若真正拄到主，拄到这个活活的主，你若真正拄到不甲伊三甲真侪合情缘结了后，你会有，你会得到这个喜乐，佮这个喜乐是无人来抢去。保罗互人关伫监牢，也佮伫监牢暗时伫唱歌。这个叫做基督徒的人生。所以只有三句话，我要见着你，毋知耶稣基督伫你的心内无？讲你若真正有这个主，然后你的心内充满喜乐，虽然恁也佮有外在环境有真侪压力，但是有主了后，你会得到喜乐的心，佮迄个喜乐是无人来抢去的。Joy 喜乐 ，Joy， 这个叫做三个字，一个 J 是 Jesus， 一个 All others。一个 why you， 所以一个真正的喜乐，你要三个要素，一个是你要有耶稣，你要邀请耶稣进入你的人生，做你的朋友，做你的主，叫你三个你三陪伴，因为伫耶稣内面太侪新生命的丰富。然后一个真正你若要喜乐，你要知你是啥，你要有法通处理你心内内面有真侪物件，你要学会处理，然后你要会晓。把你家己带到伫上帝国，有一个愿景去。然后除了你甲上帝亲密以外，你都爱学晓甲人三交往。迄、那个是不是加迄个缘的关系？你爱学晓甲别人，然后招别人三交。最后是不是咱来叫三句话，咱来到底来，好不好？来，我要成为喜乐受祝福的人。这喜乐是没有人能夺取的，这喜乐是在基督里找到的，延续这喜乐要使人因我们服。我想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的人生，你肯吗？你若肯，现在耶稣会邀请你到底来坐到受这个圣餐。每一个人，你若欢喜过这块的人生，邀请你上来，让心来祈祷。愿主做阮的主，愿主耶稣，你伫上帝恩典的下面降生伫每一座。今仔日，我们邀请这个圣婴孩弥赛亚，嘛进入诞生，永远惦伫阮的心。阮的心就是你的每一座，阮的心就是你的国度。这个时，我们想邀请进入伫你圣餐的道。多谢主耶稣你的邀请，无看见阮有罪人，阮伫你的面前只有讲感谢主啊，有你真好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让主你来给我们休息。824，你用这首诗的是咱主你的休息餐。Yeah.
所见到受过迄年有弟兄作下，所以咱伫伊的名叫叶宽信，有缘来感谢伊的上帝三个功德。主要说，阮即时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殿下，是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司，亲像下罪羊羔，下了阮的罪过，留你的宝血，予阮奉过你，成做清气心肝的人。阮恳求你坐圣神来圣殿阮，也圣别遮个摆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，予阮接受遮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宝血，对伫你恩典的帮衬，会当成做阮属灵的培养，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，通荣耀你的圣名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主要所讲，这是我的身躯为了恁拍坏的，恁逐摆食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个是主要所讲的身躯为了咱拍坏的，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你，听所有这的事的担当。圣餐表示耶稣为着你而做，
这个是基督的身躯，就咱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，三个人也是。吃了后也把杯主要所讲，这个杯就是信仰，是我的归所设立的。既然恁的时候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恳请大家三个拜，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宝血，给咱设立新的约。Yeah.
伫耶稣基督的位所设立的，咱三甲来领受伊的名。因逐摆食这个饼、饮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甲恁三甲彼得，三甲来感谢。我全心感谢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的上帝，你实在是疼阮，予阮通过这个圣餐领受灵魂真的食物，嘛通过这个圣餐，予阮的心心灵甲你食做一块，永远食做属你国度的福音。愿圣神你继续引导保守阮每一个人，予阮踮伫你内面，进来到你的内面，就永远无不出去，无不做浪子。祈祷耶稣的名，祈祷。